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坎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复活邪神 RS， 那今天要来抽最新的转蛋啦、啊、就是人权女角 99.0 啦、啊。好，那其实旭哥在上一集啊，就是频道有特别讲过，就是说这一次呢应该会出 99.0， 然后还要加两只龙嘛。在这个频道这一集的影片，复活邪 RS 人权女角即将登场，最新转蛋预测这一集 1.5 周年，这个那时候就是预测会出99加两只龙，而且还预测会魔改，结果竟然全部命中啊，这个命中率 100%， 这个考试大概都要考大概100分啊，这个很会猜题啊，哈哈，好，真的 100% 的命中啊，不错。好，那大家记得订阅频道，随关旭哥手游攻略频道转蛋冒险攻略，还有这个各种的手游，最近都要玩那个快打旋风 Holy CanHolyKin 还不错玩啊，那个当然复活邪神我们还是要抽，还是要玩啊，这一款是比较轻松啦，可以长期的就是玩这样，因为它的那个就是可以慢慢浓慢慢浓这样，说浓也可以很浓啊，说轻松也可以很轻松啊，看你要怎么玩这样。那什么才抽一抽就卡住了 ，Hello， 跳一下，再跳回来，第一抽，所以啊，昨天有抽那个快打旋风的那个转蛋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抽了105抽啊，其实也蛮爽的。啊，那这个99这次有这个 30% up 的这个徽章，等于说好像差不多是打7折的意思嘛， 30% up 的那种感觉啊，是打7折嘛，我们等一下要来算一下数学，徽章乘 1.3 嘛，哇，这伺服器怎样，好，第一个十连，哦，我靠，靠，妈的，芭芭拉，第一个十连出了芭芭拉，艾夏，这个是我去，顺便讲一下题外话，这个音乐还不错，所以一次拿1300哦，1300的话大概是抽抽100抽的话是100，大概要抽110几抽吧。哦，好像要爆了。没爆出两只没爆。刚才他那个气势有一副有一点想要爆的那种感觉。卡没爆、啊。哦，出了这个新角多拉，多拉 A 梦、可是我想要99啊，我现在2600，新角这个好像不错玩的。这次的角色都有魔改，有变强啊！这龙还蛮帅气的。昨天才玩一款龙组，他的龙画的跟这个龙也是有点像。哦，又出两只小动物。两只小动物不是，只是来乱的就对了。你们这些小动物只是来乱的。你这个小动物，出了两只，然后在那边跑来跑去，结果以为会有什么东西，
结果一切都是个错觉啊。第40抽了，我看我要不要建好就收啊！我靠，还是要把它抽起来，抽起来是要100多抽了。哦，要爆了，好吧，看看这一次能不能打完收工了，就看这一次了。来了哦！进球啦，各位！这个射门成功啦，我靠，进球了 ，Go！ 我靠，这个竟然呐、啊！哦，好久没有爆塔出这个了。最近的爆塔常常会歪掉，你知道吗？很久没有爆塔，然后直接出想要的角色。哇，哎、欸，哇，收工了！我记得他的招式有魔改过，应该是把第一招改强了。哇，爽啊！而且这个图面也很赞，就是知道大家喜欢看丝袜，对不对？这个啾啾，哇，收工了！啊，出了啾啾，我们就闪人了。哇，好久没有这个。那么精彩了，再那么，这个好像是近期最快收工的一次了，最近都蛮惨的，就是很难就是抽到想要的角色的。其实说的上一次虽然抽了50抽，但是其实也没有抽到想要的了，好像新角也没有抽到啊，就是有抽到一些不同的那几只，但是那个 Big Up 那几只好像没有抽到。把这个白金券也花一花好了，看一下白金券手气。白金券手气可能会变烂，因为啾啾抽到了，消耗掉一些啊。最近白金券好多，这官方一定有在看旭哥的频道啊。他这完全就是。按照旭哥的那个讲的走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魔改，然后出那三只九九加两只龙，就完全一模一样。我直接帮官方想好企划，是不是？就官方就看一看，就不用想企划，就直接出就好了。都不用想要出什么角色，不过蛮就可以想象一下，可能之后啦，之后可能会出原创角吧，应该啦。至少大家还蛮期待，蛮可能的啦，因为之后还有圣诞节嘛，还有一堆活动，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啦，可能会出一些原创的啊，或是什么的，像几个人气的女角啊，什么 Monica 啊，什么那种，然后那个最终皇帝女啊，圣王啊，一大堆人气女角，圣王可能比较不知道会不会再往上出，应该最近期可能不会了。因为圣王 2.0， 哎、欸，圣王 2.0， 我真的觉得超好用的。最近用都觉得哇，好猛啊！大招放下去还可以补血，这样超爽。而且最近有送一个诺维尔，我觉得蛮赞的。哦，对，然后提醒一下，最后提醒一下大家，那个道场啊，道场要去开一下。道场要去开一下，他那个有开铁人的嘛？训练所这个道场要去开一下，这个铁人要把它开到都各开到5个这样，然后这个你就可以一次到很久才需要补，十几个小时才需要补，我觉得这个要开一下，就把它补满的话，你可以十几个小时再来看就好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动，最好的改动，我觉得是这个，好吧，然后就收工了，去换一下那个。哇，今天收工了，好快，真不习惯了。
而且两只带走。他好像有把这个持有数量改了、欸，现在可以持有到1000多个，之前到999个就卡住，现在好像可以往上持有。好，那今天这个转蛋就抽到这边了，然后也分享了这个攻略嘛，就是前一集攻略真的命中了，爽啊！好，那晚一点来，大家记得去看一下抽快打旋风也蛮好玩的，看一下抽转蛋。好，那今天攻略录到这边了，这个992.0，我们下一见了。